那就接下来就欢迎瑞肯哈。对。你要用这个？你要接这个筒还是不用？打开。切寿司，切寿司，切寿司。来一个 BGA。OK。好，大家好，我今天来跟大家讲一下维基百科最近一个比较好的计划，是跟东南亚之间，我们要走出台湾，好，迈向东南亚，所以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是在这边。那这个维基百科上面，你可以想到东南亚，它涂色的地方不把台湾算在里面，台湾会算到东亚地区去。好，没关系，但是我们就决定自己把自己算到东南亚去。对，好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其实这个想法大概从去年，话说从头话都要从去年开始讲了。那去年我跟上官一样到了德国柏林去参与那个全球的维基分会的会议。那你知道吗？大家看到同样是亚洲人都比较亲近一点，所以大家就有了很多的交流，然后大家也合作，就是在那个会议上也就交到朋友，非常愉快。所以回来之后呢，我们就决定来一些更进一步的交流。所以我们就出现在操作中跳出来，好，就在脸书上应用过去已经成立的一个不公开社团哈，叫做 Wikimedia ASEAN 好，所以好，跳过。好，那这个其实这个社团并不是在我们去年大家这个约定好之后才成立的哈，反而是加入。那会有这个不公开社团存在，其实要牵扯到更久更久以前啊，更久以前的时候曾经有发生过就是亚洲的。找不到啊！亚洲的分会曾经就已经决定说我们要来一些地域性的合作，所以他们提出了在这样的一个专案。因为我今天已经会在那边讲说，你们说要合作，总不能就是一天到晚大家就凑在一起吃吃喝喝啊。然后那你在国内这样玩是可以啊，但是如果要搞地域性的合作，尤其亚洲东南亚这一块地方那么的破碎啊，大家都是要坐船坐飞机才能够互相见到面。成本非常高，所以必须要有一些专案来做。所以那时候发起人在一个以色列的维基人，他现在在维基媒体基金会里面工作，他就想到了一个点子，就是说不然我就是精选每一个地方，就是说我就挑一些他们有趣可以代表这个地方特色的条目，然后其他的地方呢就负责把这个条目翻译成各种的语言。所以那时候就留下了一些参与者加进来，然后也选了一些条目。那我后面看到那个当时台湾选出来的条目往哪里去的，选的阿里山国家风景区，选的台湾百合跟台湾云豹，还有中华白海会转弯。好像最后唯一少数的翻译结果是那个它叫台湾云豹地方被翻成了不知道怎样的语言，翻译那个印尼，对啊，对，放在印尼那边的一个翻译是多语言的国家，就不知道它放在哪个语言，看不懂，好，没关系。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也不过选的是几个小小的条目而已哈，但是唯一翻译的只有一条而已，所以这个计划到后来都是彻底的失败，好，彻头彻尾失败，没有难懂。那因为去年的友好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有一些比较又重新引起了合作的兴趣。那我们就想说，亚洲的合作可能太困难了，我们不能就东南亚吧，更靠近一点。但是呢，在网络上面的交流呢，上班回来都做了一些努力哈，尽量希望透过 Skype 大家能开一些那种视频会议啊之类的。那当然一开始的时候还有点热络，后来就冷掉了。好，话说终于讲到今年的前几个礼拜，我们又去了一次德国的柏林，又来到了那个
婚姻的场合，那时隔了一年之后，大家总是要做点事情，所以我就称他的一个议程，就邀请这个东南亚籍的分会，好，终于又再次见面的。那这次总算讨论出一个东西来，好，出现了这个页面。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页面？实际上是因为这样的，我本来想要开一个会议，让大家可以就可以谈一些合作的案子。结果这个会议的一开始就遭到了强烈的质疑。好，遭到强烈，谁提出强烈质疑的？中国用户组的成员，他说我不觉得我们之间有合作的意义，因为他认为亚洲东南亚这个地方的语言实在太分散，好，就是光一个国家可能就有好几个语言出现，那么语言不通会造成合作上很大的问题，所以他一直很希望最好是中港台中文文字版跟互相合作，好，但是台湾跟香港很显然都跟中国不想到任何瓜葛的好，所以在那场会议就是经过了大家表面上的我不敢说出来，然后私底下就是非常深入的状况底下，反正就是讲到后来变成更多的话，那我们就说好吧，既然没有办法大家真的共有一个共识，就是讨论出一个共同案子，那不如我们就成立一个网页平台，那这个网页平台成立了之后呢，我们两个分会可以私下谈合作，但是放在这边，然后放到大家终于找到一个还不错的案子的时候，我们再来谈一起合作。好，有点像是 WTO 谈不成，就签 FTA 的感觉啦。好，接下来这个地方就大概分成四个区块。那么，第一个部分的话是比较即时新闻，哈，就是说让现在各地的，我们就是一个共识，就是各地分会如果有一些有趣的案子想要推荐给认为有合作的空间，想要推荐给其他的分会来参，其他国家分会来参与，就放在这边。那我们可能会在每一季的时候整理出一个小小的 newsletter。发给所有的会员啊，整理一下我们这一季到底做了哪些事情。那如果对方看到你的即时新闻或是看到 newsletter， 发现真的有一些的这个案子非常有趣的话，可以到 Idea Cafe 里面来做更进一步的交流，就可以双方来谈一下是不是能够合办一些比赛啊之类的。那最后 community 的地方就是 yellow page， 这边就是留下跟大家的那个联络方式。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除了介绍给大家知道我们有这样可怕就是有趣的计划之外，我们也希望如果你对于东南亚的文化议题非常有兴趣，然后想要多认识一些东南亚的朋友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想要学什么印尼语的啊，上班现在就旁边人在学啊，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加入我们，非常需要到时候来协助写 newsletter 的人才啊，但是在写 newsletter 的时候不用写印尼语啊，就是写英文，但是你可能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些人对你有兴趣，可以协助我们去做一些采访啊，然后撰稿的工作这样子。好，谢谢大家。